to pick you up. I just wanna make it right. I know all about your troubles. Wanna drown into your eyes and feel your blue. Village Poker Bowl. Yeah. Water spa. Just two waters? Yeah. And one more garden close. Yeah, to share. Yeah. 这是我点的炸鸡 waffle。 这沙拉看着有点像 Cybo Barry 点的 Poke Bowl。 手机先吃，我觉得你那个太素了。没有，中间有很多肉。嗯，好吃吗？炸鸡，肯德基的味道。这个 waffle 也是我见过最大的了。嗯，好香啊。刚才点好吃吗？我觉得满分十分的话可以有八分吧，八点五吧。八点五，因为他上菜真的好慢啊，都已经等得太饿了。但那个炸鸡和 waffle 都很好吃。我的那个 poke bowl 吃到后来有点甜，那我觉得那个沙拉也不错。对， poke bowl 吃到后面那个酱有点太多了，是吧？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来之前一定要加入那个 waitlist。 对对对对对，不然的话我感觉要等很久。今天天气不好，它依旧很火爆，我觉得天气好的话会更加火爆一些。
我们俩到哪儿，只要看到有一个超市，都要进来看一看，永远都不会空手而归。是的。哦，这肉也不错。对啊。看着确实不错。拿空气炸锅，或者煎一下。我觉得这个应该要把它放在那烤炉上烤。哦，这个奇特，从来没见过。买了一只鸡。还买了一些香菜，今天晚上就可以吃一个鸡汤哦，还有虾，现在要去买虾。要货比三家吗？对啊，走到头上了，然后再回去买这家。虾都在向我招手。这个。这比第一家便宜。这就是刚才在Arki 买的蛋糕，这个是香芋的。我怎么觉得没有香芋的味道吗？嗯哼，它 cheese 味道比较大。这个是黑芝麻，也是 cheese 味道比较大。这家店的东西都是森系，很好看。嗯，味道其实也还不错。哦，阿花真棒，阿花，阿花真勇敢 ，Good boy， 阿花。我们吃饭都得这样弄。Good boy， 阿花，快吃，好吗 ？Good boy， 阿花真棒。嗯，吃吧，吃吧。嗯，阿花吃饭了。还得跺脚。